人活在肉体之中，就是活在人间地狱里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刑罚，人都与撒旦同污秽。神的刑罚，神的审判，是人最好的保守，最大的恩典。只有神刑罚，人审判，人人才能觉醒，才能恨无肉体，恨无撒旦。神严厉的管教，使人摆脱了撒旦权势，脱离了自己的小天地，自己的小天地，能够活在神的面光之中，神的面光之中。刑罚审判实在是最好的拯救，最好的拯救。人的一生要想得着接近，心情大到变化，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尽到手造之物的本分。得接受神的刑罚审判，让神的管教极大不离开，使你脱离撒旦的摆布，脱离撒旦的权势，活在神的光中。你得知道神的刑罚审判就是光，就是拯救人的光，就是人最好的祝福，是最大的恩典，最好的保守。你得知道神的刑罚审判就是光，就是拯救人的光，就是人最好的祝福，是最大的恩典，最好的保守。